台长，那我想问问我自己，就是说我的身体，就是脖子部位，我去检查这有结节，您能帮我看一下吗？我是1979年的羊。啊，在左边，后面的左面。是左边。他说我甲状腺，就是说两边，他说都有结节。但是左面多呀。像这种结的话，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恶性的了，你就自己平时要情绪调节好。我觉得你应该，觉得你可以外敷药，可以擦点芦荟的呀。擦芦荟是吧？就是那个啊，你看我最近叫人家擦芦荟，人家脖子上本来长的全是小疙瘩，现在擦了一个礼拜不到，全部掉下去了。好的。那就擦那个芦荟，就是我把那个芦荟叶子把它剥开，那个往这个部位抹就可以吗？我不大懂这个，我反正知道芦荟胶，人家买的芦荟胶，叶子嘛据说也可以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芦荟的叶子这种能不能擦，效果怎么样我都不知道，但是芦荟胶是蛮好的。好的，那感恩您台长，我知道了。那您能帮我看看我的业障比例吗？刚刚看你还不好，你的那个妇科也不好啊，左面妇科里面也有长小小的疙瘩很多。哦，好的，那我知道了。那啊，还有你的腰也不好，腰酸背痛。有时会有的。啊，你自己没发觉你有一个眼睛经常不舒服啊？有个眼睛。干的是有一个不舒服，会觉得痒啊，是什么的话，反正是不舒服。又痒又干，有时候嘛好像怕光一样，要特别当心的。眼睛上去不好，觉得你看东西要当心，不能什么都看。好的，好的，感恩您。那台长，我这个脖子这块，我取了小房子108张，您看我还够吗？我觉得你够了，谢谢108张念的。看看能不能消掉呀？你下次再打进电话，我帮你看看消掉没消掉嘛就好。你赶快要擦，而且你要吃良性的东西，不要去吃那些辣椒啊，那种刺激的东西都不要吃。好的，好的。我再问你一下，你吃全素了没有啊？我吃了，已经快4年了，到今年的10月19号就4年了。4年的话，你赶紧啊！把这个再跟菩萨讲一下呀，我坚持吃素，我永远吃素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让我结节能够消除。台长，您能感觉一下我这个结节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吗？我现在看是良性的。好的，那我知道了。你嘴巴不讲人，嘴巴不要去乱讲人家就好了，不要去讲。好吧，好的。有的时候跟你没关系的事情去讲他干嘛了？好的，那我知道了，感恩你。